网友大家敲碗呐，我们这个壮汉哥啊，体重啊已经突破天际了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到底是多少？到底是多少嘞？等一下，你觉得现在多少？我觉得我现在吗？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体重，2024年6月的时候大概86，现在是2024年8月下旬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看现在壮汉哥多少、啊。我们不只要测体重，我们要把他的这个体脂肪、内脏脂肪都一起测一测。他肌肉量什么全部都会知道。哦，全部都会知道。92.6，体脂34，肌肉量34.6，内脏脂肪13。你有没有薯条？你死掉吧！正常大概是6到8，我都觉得可能偏高了，八以上都是要注意。哎，我们看一下非常健康的椰冷的指数，这样才有个对照。啊，你才六，你66，你在逼死谁啊？你几公分？一七三，66，你逼死谁啦？大事，体脂18，吼，我是你的脸，体脂18，肌肉量30，那你还叫做肌肉？是不是？内脏脂肪4。所以他刚刚是十几，你刚13哎，三。来，测试我，你是要炫耀吧？我正在吃盐酥鸡呢。65.9，19，哇，19，19也很低哎。肌肉量29.8而已。体重啊，内脏4，正常的吧？内脏是4啊。我体脂刚多少？19，19，按你是18，哦，32，所以这是，这是正常男生啊，1+1=2。好啦，我设一个目标啦，两个月啊，80，不可能，给自己一个目标，80，85，85怎么要减的啦？80，而且肌肉量够，然后这个体脂降到25，可以吧？体脂要怎么降？其实我不知道体脂怎么降。降25，就是运动送去，肌肉量拉起来。对，好，80，啊，80哦，加油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过来，等一下，来，上来，你知道我什么要量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老公要开始准备这个减肥计划了，所以呢，所以你要陪他一起减肥啊，不然你在吃啊，他状况不是很可怜，所以你们就一起减，然后目标2个月，他要从刚量是92.6要瘦到80，那你的目标看多少？哎，对吧？体重70.9，体脂33，哇，你跟壮汉怎么平手？哎，你比壮汉低耶，我肌肉量26，差不多的，我都在肌肉上脂肪10。10也很恐怖哎，10不行吧？太高了，要个位数才是健康的吧？目标65，你觉得怎么样？2个月，我觉得可以。65，5公斤而已，可以，好啊。要不要？你们肌肉量都够大。对啊，我的肌肉量很够吧？你目标65，你就真的是漂亮宝贝。你现在是漂亮胖宝贝啊，也是漂亮，但是胖宝贝，我觉得65真的很不错。你们目标一起，你们一起吃啊。好啊，你们加油啊！2个月后记录一下你们这2个月有没有乱偷吃什么？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很快乐。我最后点了肯琼酱的那个蒜苗。蛋啊，新的这个口味酱吗？啊，这是那个肯琼酱。没关系啦，晚餐就不要吃，不要吃吗？让我吃薯条。啊，不然要吃吗？看我吃肉吃就好，对啊，你就不要加大，然后不要盐巴。你看起来好丰富哦，这是减肥的肯琼辣酱。今天算严格说来是第二天，8月27号第二天，我们做一个热量的调配，因为我早上只有吃饭跟鸡胸肉，还有无糖豆浆。嗯，所以我们中午热量爆表，那我晚上就多吃一些蔬菜，因为这一餐没有吃到蔬菜，我晚上要多吃蔬菜。帮他选手，炸掉他。对啊，怎么可以？那二号选手今天吃什么呢？他没节制呢，他点了青菜鸡腿堡，然后里面还自己加薯条，然后加薯条，好快乐。那饮料是什么？饮料是焦糖跟奶茶。要不是我劝他，他原本还说要吃 Oreo。李旋风，要尽快乐，你才瘦一下啦。
不快乐没办法吃哦。说个笑话，说个笑话。他说他开始减肥了。没有啦，真的，他真的。我昨天开始。啊，你今天吃麦当劳？你吃麦当劳，然后今天是什么？李贝杰哥生日，你不捧场他的蛋糕？没有，他因为中午已经放纵了，所以晚上他就。对，掏给你哦，专杠捞你。我吃，我拿去跑步。那一块没几卡啦。对，我吃，旁边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刚刚说你现在几公斤？你今天早上量体重几公斤？90。90，所以跟原本差多少？从上次量是93嘛。93。对，少了2公斤多。所以今天可以吃这一块，这一块。不过上次量93到现在也不会有一块，就是不要吃炸的。然后不要吃宵夜，不要吃炸的，不要吃麦当劳，不要吃爆米花。好，我就跟你们一般人吃一样，我应该就会有一个基数可以走起来。好，加油！那你今天的午餐看起来是蛮健康，有吃饭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菜、蛋、豆腐，然后块。哦，无糖豆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吧？很棒。好，继续加油。好。为什么？啊？啊，瘦三公斤就吃麦当劳？什么？我可是吃健康的。亚尼说吃吃健康。哇！先拿出第一个沙拉，无糖，无糖绿茶，无糖红茶，无糖红茶没问题吧？和风哦，嫩煎鸡腿堡。比较圆形一点。我刚有查过咯，它的蛋白质有20几公斤。哇，太努力了。蛋白质要多补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买了鸡块，哇，我们两个建议我要多吃肉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再去便利商店。哇，很多肉哎，哇塞，超多的，你吃得完吗？我今天早上吃2块鸡胸肉，然后呢吃大概半小时，我感觉好饱，然后就吃2颗蛋，然后再配一杯。所以你早上2块鸡胸肉，现在又2块鸡胸肉，然后这里面又有鸡肉，哇，哎，老板娘。我瘦3公斤了，他吃麦当劳，他吃麦当劳，我吃健康的麦当劳，真的真的，好好哦，好哦，继续努力哦，好像有瘦一点点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 Costco， 不是有人在减肥，怎么跑来 Costco 了？买了什么？好料，蛋白丁，哎，好健康哦，牛奶。没有调味的坚果。今天的重点，下面的。哇，菲力牛排。原来菲力这么贵。啊，加吧，唔知吧给。你看，我们都买蛋白质，他都买蛋白质。他在那边，我们在拍片。有啊有啊，他买豆腐啊，他也是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有加餐袋，好不好？哭了。在那边我没瘦，他自己瘦。对，他刚刚还想叫你吃什么？对啊，他刚刚还叫我吃披萨。你有沾啊？可以，虽然那个酱热量有一点点高。我用沾的。可以。蔡珠宝也一起嘛，他在吃番茄。对。姐姐，如愿以偿吃到披萨了。那你老公吃？牛肉卷，超大。应该还行啊，只是我不知道里面什么酱。面包感觉更吃。蛋白质可以。你在偷吃什么？是胃，是胃。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要吃湿背体？等一下要拍照。你不用。我觉得你要赶快先跟板娘的团购先补货，先补货。早就补。哎呦，讲安尼啦，食食好啦。啊，讲安尼啦，食食好啦。啊，你减肥的人叫人食食好要创啥啦？麻酱豆腐，我吃豆腐。啊，麻酱豆腐啊，豆腐。啊，你青蛙粉条啊。哦，这个汤头是昨天吃剩的。啊，这个是那个乌龙茶。可乐。哦，有气泡乌龙茶。加气泡水。可乐风味乌龙茶。而且他还续杯哦，他两杯，人家都喝一杯，他喝两杯。我知道我喝了。有啊，你看起来有瘦，看起来有瘦。啊，加油加油了啊，加油加油。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呢？麦当劳。除了中汉，大家都吃麦当劳。你真棒。这就是一个自制力的考验。没错，我刚刚还约他要不要喝可乐，他说什么？
不要害。因为这我连虾都吃。哎、欸，对，所以你现在虾子是有到喜欢的吗？就是这样配着吃是可以，还是没办法？那怎么？为什么点虾子？因为听说虾子的蛋白质含量很高。哦，请问一下，现在从你开始瘦身到现在多久了？我9月1号开始，嘿，现在9月11号。是呀，十天，现在的公斤数是89.2。哎呦，到八了，见八了哦。Amy 妈妈还帮你带来哇爱的毛豆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一到五要贯彻这件事情，很优秀，大做教师，就是在哪？哎、欸，参赛者二号参赛者，他都跟我说他要跟我一起减肥，然后昨天早上我在吃鸡肉，然后在吃巧克力厚片，现在几公斤？没变啊。到几月？10月底。哎、欸，他是没有停的，他是跟着。对对，有都拍起来了，都拍起来了。我们的二号参赛者。哇，这个金黄酥脆的锅贴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，这个啊淀粉，哇。我还是要正常吃，嘿，我只是尽量避免这些东西。是，那比如说我中午吃的这个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晚上吃有蛋白质的东西，青菜的东西。好。然后今天路走很多嘛，嗯，所以消耗的卡路里会比较高。好，而且他刚刚早餐也吃蛮多蛋白质的。我吃了55公克的蛋白质。他吃了3颗蛋，1杯豆浆，1大块鸡胸肉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是一个生活跟减肥平衡的感觉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吃。好。今天9月24号，我今天早上量体重87公斤，那我现在吃炸弹烧烤饼，减肥还是可以减肥的很开心。我这中间有吃了麦当劳，然后有吃了炸弹烧烤饼，但是还是瘦。日本还吃了拉面，但是你怎么做到啊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加入我的课程。偶尔贪一点小嘴没事，大部分偶尔放90%的时间都是正常的，我只有10%的时间不正常。艾米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我观赛啊。观赛什么？观赛，因为我受伤，我又受伤了，我又受伤了。为什么？我上次是脚膝盖嘛，对，大腿内侧嘛。上礼拜六我连胸口都拉伤了，啊，就很痛。那你今天还打球吗？我当然不能打，啊，我是载老婆，我载老婆来是打。载老婆带小孩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。10月23号，今天又吃什么？看了麦当劳啊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猎人上市的第一天，今天要吃个麦当劳，对不对？嗯，猎人。请问您距离我们验收时间还有多久？今天10月23还剩7，哎，十月有31号吗？有31号，那还有8天。倒数一周嘞，上次我停在87嘛，我停在87，停了那么两个礼拜、3个礼拜，让观众自己看一下前后到底有没有对比。盖牌了，所以这支影片几乎都是麦当劳，吃麦当劳然后还瘦下来，到底他怎么做到？一样购买课程。我们现在时间已经11月初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两个月过去，我们洪嘉玲和蔡大妈到底瘦多少？赶快来测一下我们的成果报告。对，看起来很瘦。同一台机器，好，同样的地点，这样没话说了嘛。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啊，两个月前你是70.9，我刚吃东西的。两个月前70.9。什么？然后呢？你的体脂33，肌肉26，内脏脂肪10。没有，我刚吃饱呢。不要说话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两个月过去，洪嘉玲的体重从70.9变成70.8。我瘦了，瘦了。体脂33变34，1。这瘦的。肌肉26变成25.6，肌肉还掉了，内脏脂肪一样10。你这两个月到底冲啊？哇！快乐做自己啊！对吧？我前几天才刚量而已呢。那是你用不同的机器，不错啦。洪嘉玲这两个月非常的努力的节食，然后跟着钟汉一起减肥，然后两个月过去瘦0.1公斤。哎，不容易耶。不用量啊，零。哦，好，70.9，还又回来了。你刚不是很好吗？明明是70.9。你
没有白丝呢，没有白、啊。你的皮子多一呢，然后没有浪费食物了，内脏脂肪完全没有动，没有退步，你很强，完全没退步。变那么瘦，对啊，裤子都变浪哎，你买大件一点吧。但这两个你真的有认真在控制吗？有啊，哎，我还吃那么辛苦，我还喝豆浆，吃彩蛋。哎，对啊，那还好，还好你有控制。那是最后几天几餐而已，在那边。那还好你有控制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梗75。而且我现在都没吃宵夜了。那很好，那很好，不错不错。这不合理。真的吗？应该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啦。可是我这件裤子很重。你看。好了，应该是给没有福气一样啊。两个月前裤子是重的啦。没有。好了，闭嘴啦。脱掉。多认真。脱掉。脱袜子，脱袜子，脱掉。没有。来跟大家复习一下。两个月前，钟汉是92.6，有他有比较瘦啦，非常期待哦。两个月前92.6，好，洪嘉玲，看看你老公这两个月多认真，看钟汉的体重从92.6变成87啊！哎，体脂多少？体脂多少？32.8，肌肉是33.1，没有，内脏脂肪12也掉了耶！全部都掉了，啊，肌肉也掉吗？掉，肌肉掉。因为你没运动啊，你只空。他有运动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动。我运动两周之后我受伤，然后我就休息一个月。啊，你不是说打羽球？看你们都去打羽球，后来就受伤了。他妈你们发文了。瘦了5公斤的各位啊！那下面这里要放没有吃任何减肥食品，不要被诈骗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。对对对，不要被减掉了，满满的。你完全是靠饮食控制吧？对，饮食控制，没有运动，少少运动。没有啊，你没动啊，你都说你膝盖痛，你都没有动啊。我一开始有跑步，然后也有走路。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，那走一次。那叫散步而已，那比你去日本动的还少啦。人家掉了5公斤，你闭嘴了你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他那么辛苦才掉5公斤呢。你0.1的闭嘴，0.1。我没努力就瘦了。人有多少人可以快出100？对，0秒100，1秒，这差一点，真的是一点点，100再下来，我们都没机会。还是我们先拍他多久可以到达100？哎，好哎。这个计划变成他多久到100，然后我们会直接告别式。